好。现在我们来到青青草原的草原，青青河边草，有点不知道。看，很大一片吧，不错哈、哦。其实这地方其实可以来，放假是带宠物来跑，快点跑。就带宠物来跑，带球来丢够。不错，好啊，因为我们还有下个行程，不久待。